생긴 날 냄새가 아주 피면 어떻게 더 또. 大概37.5这样子，能看清吗？37.5能看清吗？可以哈。嗯。然后。卡小底端，好，然后卡小中间这个地方，这个中间要大一点，好了，剩下中间其实它也不均匀吧，不均匀，是一个流线型，大概反正主体的卡小就行，然后它的小激光的那个皮秒的腔体，我们给它卡一下，圆的地方再卡一下，尺寸给它卡。看见吗？可以。嗯。好了。看一下还有什么要卡的。水嘴给它卡一下。我们要给它掏管，这样子。掏管，那个管。好了。剩下的，比如说孔位，我也给他看一下。嗯，这两个孔是什么？一大一小的。哪个？这个。对，这两个。这应该是，这应该是，我看，这是那个啊，配棒的。我以为这种磁盘就怪怪的，这哦，这是那个枪底盘的，漏掉，没有，这是那个小激光的，这应该是皮秒，这个皮秒，这是对着这个的，是的。是不是太小了？另一个孔呢？对的，对不起。帮你看看。哎呀，开过来。这应该是皮毛。然后这个好像没什么，还要什么量？孔雀量。这个孔两千，这好像是不是一样的？嗯，好，这个好像是刚刚量过了呀，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跟那边一样吗？还有点不一样，这边的孔还跟这边孔。然后这晶体棒的话，拿这个尺子直观一点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晶体棒。它是磨砂的。然后我看一下。磨砂的。对，这个我们有库存。空调的，这替换头，这个是替换头532的，这是1064的，1064，嗯，你看这里，就是这里，这个是小，这个大，看到这个方的是圆的。
再小点大点、嗯、这是蜂巢头，蜂巢头，嗯，这叫蜂巢头，作用是什么？蜂巢叫什么？我想来看，现在把这卡下，这些卡到吃吃。还有什么要聊？看一下这些浮生摆过来一起拍一下，可能不直观一点。反光是吧？我感觉看起来怎么黑乎乎的？哪里黑乎乎？视频上感觉黑乎乎的，因为这个灯开了，我回去得调高那个补光就可以了。要不要给卡下？这个怎么这么小？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里面这个？应该像是里面这个，应该像是里面这个。好才行。这个应该是这个上的，刚才对了一下，哎，好像也不行，好像也不是。把它拆掉，大概知道什么东西。估计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人体换的。我估计就是人体换，就这个长得是像。你还有什么要拍的？你讲解完了就拍完了呀，我也。漏。好了。好，今天好。